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。让我们形影不离，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我们好不容易，我们身不由己，时间太快，不够将你看仔细。我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，永不分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追。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都唱出了动人的情歌。游鸿明老师觉得这三位同学如何？那我觉得这三位都是有实力的人，然后也都准备得非常充分。特别是我先讲，嘉维，刚才我们这个评审团一致认为他真的对声音的控制力太厉害了，短短的两分钟的时间，能够做到这么清楚的起承转合，然后前面真的清淡的让人家心疼，后面又浓郁的让人家发抖，我觉得真的是两分钟要做到这样的完美演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然后子璇呢，这首歌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你唱的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跟乐队老师的配合上面的速度，在前面的淡的跟后面的这个节奏进来的时候，明显的出现了一些误差，会让有点跌倒的感觉。对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个副歌的地方，就是说进入节奏的时候呢，你的设计声音设计非常好听，就是你的尾音的地方非常好听。那白潮呢，我觉得还是一如往常，你声音控制力非常好，但是好像浓烈的地方稍微多了一点点，到后来听起来我个人会觉得稍有一点压力。那现在马上就要看分数，首先就是李嘉维的分数，难得可以得到几分呢？请评审按灯。李嘉维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0、24、27，三位老师给了满分，27非常高分。接下来是吴子璇，请评审按灯。吴子璇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5、16、17、18，好，到了18分的关口了。接下来是白潮洛蒙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白潮洛蒙得到的分数是19、20、21、22、23分，哦，也不低的分数啦。好，哇，27分的来先讲话，李嘉威。我觉得我还有进步的空间，其实之前老师也给我一些意见，所以我会再用更多的努力去让大家看到我的改变，我的可塑性。加油，好，谢谢。在这边我们先欢送子璇。